지금 타이페이 101역에 도착을 했습니다. 拉拉队女神李多慧甜美脸蛋，身材性感，还有精湛舞蹈实力，加入乐天女孩人气飙涨。在台湾第一次休假，一身粉色套装搭配白色短版小可爱林蔚妆打解韵。아니아무도 관심 없으시던데? 진짜요? 虽然自嘲没人认出她，但这段搭乘手扶梯画面，还是有不少民众回头多看几眼。 休假在信义区闲晃逛夜市，街头捕捉自己的生日公车，兴奋到又叫又跳，相当可爱。谢谢，好吃。影片曝光后，也引起热议，粉丝留言：好羡慕，好想遇到李多慧本人，真的超级可爱，超级亲民，还会搭捷运。也有人安慰他，捷运上一定很多人认出来，只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毕竟之前就曾发生过，太多人拍照，差点离不开现场。 这次拍摄影片期间，也被民众拍照爆料，餐厅内一阵骚动，才发现是李多慧本人。店门外也聚集大批民众围观，都想一睹女神风采。三立新闻蔡宇智、曾嘉轩特别报道。 我是单丸雄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浩教相亲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祝你生日快乐！<笑>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健歌就在这里。